您好，我是信心警察局。你的钱包被好心人士捡到派出所，请你有时间携带第二证件来取回。太好了，但不巧的是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到年底都会待在离岛。请问可以请家人帮忙取回吗？可以的，但因个资法的关系，请提醒家人要携带证件及您的第二证件。我了解，谢谢你，能找回钱包真是太好了。请问这位小姐的家人前往派出所后，警察应该先做什么 ？A. 确认这位小姐的第二证件与钱包里的资料相符。B. 打电话向这位小姐核对家人与她的关系。C. 打电话通知捡到钱包的好心人士来警局。D. 核对家人证件，确认家人与这位小姐的关系。